你做咗出嚟又有傾向性，因為佢始終咧計劃經濟，啲人話：哦，8%啊，好啊，咁啊得啦，係有錢啊抌得落去。我講嘅4%又太低，咁啊又令個市場有個穿測。最重要就係去到經濟咁大啊，你預測都唔係咁有意思咯。反而你太高嘅，令到自己有壓力嘅，都買，你有時做唔到嘅，你係咪真係搏命做咧？係嘛？咁理論上已經。之前就機會，如果經濟你就可以咧，但係有咁大嘅幅度，同埋外圍難以控制嘅情況下，我諗即係唔交出嚟嘅仲好咧，因為好多官方嘅數字，譬如 IMF 啊、World Bank 啊，都會預測中國經濟咁啊，咁又會一展嘅嚇。我估可能高過6%嘅，因為基數低啦，佢基數低咧7-8%，尤其是今季，即係嚟緊呢第一季嘅經濟增長個季度，嗰個數字好靚嘅。可能真係接近雙，可能雙位做雙位增長，跟住就2-3-4就落翻嚟少少咯嚇。疫情都控制下來啦，預計你下半年咧都差唔多完全疫情已經完全係離開㗎啦。咁你咪一定係一嚟講依啲㗎啦，因為重點發展都係嗰個灣區經濟啊嘛。依家可預期㗎，因為成份寫咩報告冇嘢寫，差唔多冇新意啦。去供翻嚟，你知道咩啦？當個經濟行得太快，佢又會喺個一啲所講嘅財政政策嗰度適度調校，亦可能要解決嗰個內循環點樣？因為而家個內地嗰個零售業零售增長啲仲係欠缺力度啊嘛，個反彈。咁你個內循環點樣 work？ 我諗佢應該涉及啲係講人口方面點樣令到啲人生多啲，增加生活率。如果唔係點解咁？而家突然間東北嗰邊話要生多啲，有啲政策嚟鼓勵生多啲，點解啲？坐月嘅股票會升成咁咧，就係咁啫嘛。如果你個人越嚟多長者，但係啲青年人個比率越嚟少嘅，去到2035年之前，你已經人口老化咯，已經人口萎縮喎。你個勞動市場唔得人做嘢，你 GDP 自然減少噶嘛。咁你點做小康咧？人口政策應該係會喺呢幾年係推動得好緊要，因為我估咋。因為二孩政策唔成功啊嘛，睇唔到增加得好緊要嘛，所以要好多嘢要諗下點樣推動啲人去生仔。而家啲人都醒目咗，因為生仔好貴啊嘛，唔同曬噶。咁變咗你要點樣刺激啲人去向政府諗咯？始終走過落個出落過嚟，咁而家民主黨唔係民特咯，咁抱嗰種權來不往嘅心態咯，嚇，同埋加上疫情啦，佢希望盡早復甦咯。但係你話係咪從頭嚟過呢？即係再分呢，其實機會唔高㗎啦，只能夠保持朋友關係咯。可能就用個語氣係溫和啲，或政策溫和啲啦，經濟政策啊，唔係針對性好緊要咯。但係喺一啲某嘅環節方面，啲唔同嘅涉及人權啊，或者係啲外交上啊，或者地緣政治方面啊，佢就會幾硬嘅。